这个角度，我教会需要你，需要主的反射，主的形象，使命形象，阿妹咯。然后，即摆你看，我讲阿叔，咱的生命路在艰苦中间，因为咱失去了使命形象的一面从家。上帝做人的人生，让人是完美、完整、完全的人生。但是人和罪进入了这世界，所以人的生命开始不倒，开始落到黑暗罪恶里面。这落到黑暗罪恶，人表示了。咁咧，耶稣来嘅时候是做乜嘢咧？耶稣来嘅这个世界13年6个月是为着，唔单止在十二节咧，叫咱啊，咩为着啫？将心和那人来恶，咩是神的形象，咩是神的款式，可能对嘅生命来话，咁啊，吹到对嘅正正的人生，正正人的生命。当人恶耶稣嘅点子啊，那个生命改变。人恶耶稣的点子，人的生命会谈到福气；人恶耶稣的点子，对生命会产生出意义来讲意义。啊，今朝我要讲的只么是培养，要学上帝的款，要学主的形象，你就要培养主的心来讲，主的心。今朝我要培养的是培养主的心智，培养主的。心智 equipped the heart of God， 培养主的心智。来看圣经，腓立书第2章6节到11节。Philippians chapter 2:6-11。腓立书第2章6节到11节。咱看咱的耶稣是安怎款人，用人的款啊。耶稣是安怎款的人，伊有安怎款的心，安怎好？这篇记载，保罗写了讲，汝人当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看到保罗讲，我家己一生的追求咧，是以主耶稣的心为我的心，主是教我是教，主不是教我不是教，主想我想，主阴恶的我无去想。所以为心人为生人慢慢对了主来行，这个就是真正基督徒的生人。所以加多当时基督徒咧，以主耶稣的心为内心，内恶为培养主耶稣的心智。咱来看，保罗讲耶稣是按照款的人，伊的心怎转？然后伊来倒来讲，伊本来有神的形象。无好家己，甲神为难顶为强大咧，我着对放开家己，撇了五彩款，成为人嘅款式。既然有人嘅款式，都家己谦卑、存心、顺服，到到尾，直到死，谦到死无伫十二个顶。所以神将伊升为至高，又赐予伊咧超乎万名之上名，叫一切都伫天上。地上的地下，伊个耶稣名，无一个无比的，无一个吹，无请耶稣基督为主和荣耀归乎百姓百姓基督，来接嘛。耶稣基督的圣名主作为来接嘛，可以让你生命因着你话来改变，从今日开始，我们爱你款，教会需要你款，教会需要你心。教会人个内心无一个结出规矩来，发出规矩，就所望为阮一个轻胖胖胖的，会生命到底往个中间，就所即就是基督的馨香，基督的香味拢中间，就所叫我哋生命，就只有塑造外下的姊妹，我哋生命会停改变，滴滴来，滴滴上路，咁想听耳朵，往耶稣就得圣灵叫，阿门。大家姊妹，首先听起来，等下先看好明白，我解释你听。保罗讲，伊本来是神啊，但是伊甘愿放掉这神的身份，无不再甲神命的，今日咱上是受为底的神，所以是当尊当荣耀，甲当顶的命的。但是耶稣甘愿放落家己的身份，放下神的这身份，来到这世界有限的来做人，多靠家己。提得好啲，提得罗仔，你是一个神，咁样提得罗仔，款就系人
的形象，人的款式。这个世界原来所讲的道成肉身，神变作人的一面。然后圣经来讲，伊唔单止替咱人的一个款定义，佮强逼家己顺服上帝的救世人的计划，甘愿，所以讲甘愿死，唔单止是干来死啦，佮死在伊全世界对逼贱、对奸笑的十字架顶。然后就是安尼款，上帝将伊升官，予伊超过万名之上的名。叫 T.M. 万米，拢要跪拜耶稣的名 ；T.M. 万吹，拢要阿罗耶稣的名。叫别上帝看到荣耀，就变耶稣咯。就变上圣经内面保罗看到一个人的生命，的意义，就讲一个原来，在你教会内面，上帝改变咱的生命，袂咱外子甲外口的世界无相样。生命改变，唔是在你管道假，乃是假靠管呢。这个改变不是大地硬要感觉逼贱，不是了，乃是逼贱开始，到尾会变作硬要的。这个改变原来不是做好事了，改造乃是破碎了的东西，改造过，我都改好事了。如果你耶稣的生命的东西，伊帮助家己，这帮助家己就是得胜的能力，帮助家己就是赢过魔鬼死力的证明。帮助自己化水自己强逼自己多看自己搞搞鬼和自己起断的全世界的死断的全世界的无聊的见效的所在就是安慰自己赢过魔鬼工作化出魔鬼出作。所以姊妹，咱讲到要学主的宽恕，咱要想主。那姊妹，咱讲要学主的形象，恶主的心的点声，咱未使去读这段经文。第一包龙卡马头鹰十一雕，第十八到三十，咱就快来看。马头鹰 Matthew 十八 11 verse 28 to 30。耶稣讲了一句话，注意，同志们，把路过那当大人的坛到我这边来，我就予伊坛着安息，我的心内温柔谦卑。要当父，我会教；恶，我会宽恕。安尼款，我心内就谈着安详。那也只话，也是讲生命的改变，才能真正平安，真正福气，人生意义。你常常变成坚强物件，就是你来做几多道咧，就是你决定要做几多道咧，会学主的款。真济人有周杰伦的款，但是无主的款。假设咱有 Michael Jackson 的款，无主的款；假设咱有 Lady Gaga 的款，但是无主的款。所以生也未改变，你哋行是恶啊！那今日你来学耶稣面，你要学耶稣的款。那耶稣的款啥物？这边就讲到耶稣讲，伊家己是温柔甲谦卑的。这温柔谦卑都是遵行规本圣经的原则的起。关键，迄所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心智，就是温柔谦卑。那是你生命里面做了几多多，无在了温柔谦卑，无一项圣经关键对起来，无一项，因为圣经关键里面所讲的，你讲起这个条件，你无在条件，我你说对无？咱人生在哪改变？嗰是受了心内空白、淡淡，规个生命伫压力内面，虾米事都是因为缺乏温柔、谦卑。这温柔、谦卑到底是被安怎培养出来？这温柔、谦卑唔是叫你真正培养出来，唔是叫你得胜培养出来，唔是叫你赢过人。看平人来培养出来无呀？这温柔谦卑是安怎来啦？话温柔谦卑的心智是，你要准备心智要咩哦？培养一个叫固绝的咯，固绝 reject the heart of reject， 咱话耶稣，阿妈也贵，可能固绝的证明。好。
Jesus overcome the rejection of men. Mark 16:1-7. 所圣经记载，耶稣出来行神迹奇事，做工了，然后都对于伊的工工，伊所徛多大汉的所在，但看迄边人看伊啊。圣经记载讲，Mark 16:1-7，圣经耶稣离开门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随，到了安养之，伊就咧回转来驾驶人，正人听了我都真正奇怪讲。这个人大地他都有为做这代志咧，所赐予伊个啥物地位咧？伊个手所做的是无等的奇怪代志。这个不是他咧查工吗？不是玛利亚的囝雅各，也是犹大西门的大兄吗？伊个小妹不断地话中间，伊人都气炎的。伊人就固执的，也是叫离开的。伊人未相信，未接受伊。耶稣对人讲：，在你古早个今日，你先知除了本地家属，甲伊家己厝内人，无一个无比外人来尊敬的。耶稣代表无一个惊吓伊。啊，这个大树不过是安息几个病人医好呀。那样请问，耶稣出来？然后在外口的行真济神助、神迹奇事，做真济奇妙，讲真济大灵来做，真正济人拢认捌耶稣。迄个在你外口人的名通天传传地的所在人拢知影耶稣这名。耶稣大阵阵对伊讲讲，但伊讲讲人未接受伊，阿咪输咧，因为伊讲讲怪伊，但伊拢捌伊骂诶。你的小弟的小妹就说妹妹，我就看不起龙高板油的，我就看不起就白骨里的，是你故意小弟跟我龙高的。那这个情形呢，让你这块真正无奇怪。那比如讲，今日我跟我姑拜拜团 ，OK， 啊，该小下面有，啊，该白骨里有，小妹有，对不对？对吗？但是有一句点啥？红药二十几岁了嘛，三十岁了，只我教伊讲，大家在死，我唔是你小弟啊，我是神，所以要拜我。但系早起落面头前擦三十秒，然后跪起来，我咪哭很多，痴线嘅，对嘛？你只药你唔食药啊？嗱，即整大概就成乜？我能送钱呀，送到你金榜来，也未接受。这虽然看大汉，一百一出来未接受，但是这奇妙代志发生个个鬼呀，丧尸啦，我定十二个了，鬼后人上。你知雅各是谁哦？雅各的新约圣经 New Testament 写 The Book of James， 这就是意思的。犹大是谁？知不知？犹大就是写新约圣经尾尾的这个。几本册啦，你犹大书 ，The Book of Jude， 犹大书就是耶稣的书籍。在迄边，伊人写犹大书的人写，伊人写雅各书的人写，无不在叫家己是耶稣的兄弟，伊叫伊人家己叫做耶稣的仆人 ，The Servant of Christ， 耶稣的仆人。伊家己称呼家己是主的仆人。你看到伊大汉，你暂时无相信伊，伊人无接受未着，伊人无明白伊的骂的话，到到尾死来复活，尾后了怪千千万种怪，起十二个顶，千万种怪定十二个顶，千万种怪死了十二个顶，千万种怪死来复活，千万种怪复活了尾后怪，这世间食死十二，唔但止个宝贵，伊的手的定魂，伊的脚的定魂，去定魂。你人看到伊成天起来，伊人可能看到讲，这个不是个过来，这不是普通的人来，这个是神来，是神的囝来，甲伊人无相的，所以到到尾来，家己的小弟，你为着耶稣的名，信道，为着伊人的信仰，信耶稣，伊人放下人生啊，但是嘛，听我讲的是当时的耶稣。他们说，当你的工工人看不起伊，而且
伊一点感觉无，因为伊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准备受了污染的。伊知这个、世界人看袂着伊，这个世界人是黑暗的，这个、世界人是享受在最强，所以人无时间，伊就离世界。那今日怎么？基督徒那是讲来教会了未吼？你若当会输吼，才有钱比较基督徒。那是你无准备培养一个受苦转心，来予你这温柔谦卑的个性，温柔谦卑的心智，才要发起来。但是嘛，你做基督徒，你未就通偷办的。那当是未受来苦转 rejection。含住人，大啲人固住，你会有啥物感觉？很好，就是你心里面抓嘛。你只注重人看重你，只注重人对你的一个接受、确定，甚至决定。所以你人很好，你想我，我哋人嘅人嘅情形、人物照嚟嘅。你消化，含住一个人嘅心无平安，一个人嘅心很好，常常失落，常常激心。烦恼坎坷，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常常挖人的目睭，人安怎看伊？人常常挖人的话内面，人安怎讲伊？人常常挖到伊，挖到人的一个 action、attitude、小的动作，伊内面小动作内面，人目睭受唔着，我都鬼心鬼意未爽。你听到人讲一句坏话，我规礼拜无爽。是不是人家不插你一下做什么夹夹你一下在那里跪跪生命就好死了现在我给你看那是一个人的生命上上挖的人的目睭挖的人的话挖的人的款你是一个痛苦的人告诉我跟你说你是一个痛苦的人你会不会看到头发你会不会看到不到气了因为你心里面上上夸大人啊对你安怎未舒服，你心未平安的，你未看到真正希望。那那是外地人来，就来死啊！我们，阿妹，这教会三派人，这人对你讲一句话，阿你死未话；，嗰这人都对你讲一句话，嗰就未死未话。那三派人，三派人都对你讲一句话，嗰就哇跳楼死啊！对不对？人对你一个眼神，你看啊，你见啊，人家又歹看，你在做哩，你在做，你别死别话。我说现在在讲好了，我为了做那套房子，主要说我暗笑不要领导，对人生个鬼意义人生，你为了做大事，你为了挖起来，你才不知啊，吃济人啊，叫消灭，叫抑郁症，拢是人的一句话，发表一世人。人一句无好个物件，人个一个眼眼神，一个遭遇，一个项代志发生在伊个生命，伊一世人就是安尼活袂起来，痛苦到要死啦，工袂做啦，袂困袂食，我讲拢是痛苦个。一个人也是活伫人个看法个内面，袂正凄惨。所以你来偷棒，对我也是。大约五六个世纪里面，有一个神学家名叫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就人写了一册，叫出名册。然后这圣奥古斯丁的册已经真正出名了，所以人家借来拜书。但是每几廿年内，其中的问题就是每廿年会做其中多的恶行。If you want to become a Christian.If I want to become a Christian, what should I learn? 我要学什么呀？阿古斯丁来讲出来，谦卑、humble、humility。一个为阿古斯丁第二次要学的，阿古斯丁在改讲谦卑。一个为阿古斯丁讲第三要学的，阿古斯丁在改讲谦卑。因为这项物件是人对无在的恶行，
人对无在中不看，就是欠皮。那基督讲是要做工人摆班，他们是要做工人辅助，他们其实要带路，他们是要帮助家己。其实耶稣叫我帮助家己相依人生，不是一个习惯的，是一个偷棒自由的。人的心也是定的，人的心也是骄傲，人的心也是常常爱人安怎看伊，你死也是卖看。你一世人活得痛苦难堪，阿门。你一世人活得痛苦难堪，所以人面对人的目睹，人面对事的目睹。你若是在了看耶稣，在了看耶稣目睭内，你是一个喜乐人。这全世界安怎看你，安怎做你，安怎想你，我咧想袂到你内心内面停留，然后每个就来伤害你。因为你知影所有一切是为上帝做的，为主做的。因为你知影，将来我耶稣必成咱受苦，所以选择啥物物件？你这个想，你这个话，你这个代志，你这个眼神，你这个眼光，对我有算啥物呢？我根本已经准备了想耶稣，我准备为主，我愿意受任何一个拒绝。那是讲到咱生命不坚，对死亡充满力量，对也未忘记所有的危机，对得胜所有黑暗的死人，无啥物件伊就攻下你，因为你心安定，这安定我对你来就是温柔谦卑 ，gentle and humble。也只嘛，人拢是伫咧争。就是爱面嘛，是不是？好说爱面，就是惊人看不起，惊人误转的。所以人在市场内面是咧，点表演，有偌大就讲偌大，无安尼大，你讲安大，是不是？为了你，为了点，惊人看不起。所以人的心内一堆呀，一堆，堆呀，加空口的堆呀，加空口的吹呀。他笑啊，去受灾啊，为着啥物事去受啊？为着就是一个面子，为着是莫人看袂起，莫人顾着我。杨静，若被偷拍，对主人真是太丢人了。为我这种的心，得准备了。接受任何一个拒绝，成个耶稣会了墙壁。啊，你看，你是一个情绪成熟的 ，maturity in your emotion， 你情绪成熟的安定，能看袂起路，就是袂起路。人讲你无你就无咧，人讲你白你就白咧，是不是？人讲你就是安尼款咧，无一定嘛。人讲唔系讲，人要看我去看，差别在啊。右边我唔是对咯，我耶稣看我，甲右边佢看我，我耶稣何我，甲右边佢何我。我耶稣啦，自己记得做一遍。我耶稣讲啊好，甲好佢讲啊好就够。咁人后边树咧，我啲人嘅目睭，你我啲人嘅目睭嚟看我，你我啲猪目睭嚟，你唔影是望我嘅，你唔影是暗夜啊，因为主耶稣听。人啊，后边树咧，我啲人嘅目睭嚟。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跟你说，你就要看你人的手里面，你要让人看到你高，让人看到你好，让人看到你矮，让人看到你有，那是没有，在世间没地位的。在世间你要表演，表演这样好，表演越大越多，越看人看会起，是不是？这世间，魔鬼开一条路叫你死，
这是事实。叫你死，你伫追求的当中迷失了家己，你放弃了家己，你无将天顶来，死了死了。兄弟们，你生下来个，你袂温柔强悍，无论拄着何款的苦绝，你袂使放弃家己。你目睭要看耶稣，唔是要看人；你来教会，唔是要看人，唔是要找人，乃是要看耶稣，找耶稣。你做何人呢？唔是为回报，乃是何主来回报你。有安尼款的心态，但是只有这基督徒的生命，就要产生出意义，要人生出欢喜。是咯，你无论做啥物物件，人安怎对你，根本对你无感觉着是虾米，因为你需要的不是人，你需要的是耶稣。阿门。你生命该真正看到安息，看到祷告，等你温柔强悍一下。你今仔看做耶稣、像耶稣，你要准备咪？准备受见效的心啊！大家讲受见效的心啊！受见效的心啊！看到韩国音头条第四十五站到到五十一站，到下面头条第四十五到五十一站，你看耶稣安怎回应人讲衰的点子啊？讲衰的点子啊？安看？因为头条第四十五站到五十一站。John, the one verse 45 to 51. The book of John. 圣经记载的这段就是耶稣呼召拿单耶做义女大的人生。第十五节，归日找到拿单耶，对伊讲：摩西律法所写迄个先知，正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拄着了。就是要生个囝，拿撒勒人耶稣，福音上欢喜的传达，但因讲传到你圣经所讲，圣经古约圣经所教导的圣经，耶稣基督我传到了，我传到了，迄个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拿单耶是头对伊讲，拿撒勒人有含义好嘢出来，哎呀，姊妹，注意一句话，一句话是真正讲衰的话，贬低的话啊。那归你看，我来看，耶稣看拿单耶，就记得讲，看啦，这是真意思啦，你心内无悔的。拿单耶对耶稣讲，你到底都是明知影我？耶稣回答讲，归你到底阿未叫你点声，你到底话过笑诶？我已经看到你啦。拿单耶讲，拉比是先生，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王。耶稣对伊讲，因为我到底。我讲，但是无话过像个看到你就信，你未将，你将要看到变一个更加大个代志。我先来讲，你若要看到天开神的天赛，记录大滴我的成果。大家说，我昨天物件点先拄着人会话会讲衰，那当要讲出话点先就上加。当动经嗰啲变靓嘅所在啊，人讲多条路、三条路、多个凹，我话我后面好嘅物件出来，恶窟你知嘛？那啥啦？呢啲所在，你是一个小所在、无利嘅所在，我后面有名出出来，我后面好嘅，有咩好嘢？是咪？我后面行下啲所在，三条路、五条路、二路当多个凹，梗系算大贵所在咧。武汉人好诶，出来诶！那也之外，耶稣荷兰安尼讲看到点呐？一点无气哦，一点无质变的话，伊是神来，在神落来教一个人，不是要救那人的生命。到头尾荷兰看衰，到头尾荷兰讲无，到头咧荷兰安尼看来看伊。那是你是耶稣的反应，但是耶稣的反应，伊唔单止我的反应，你将这能够推出来是比较会也会多，就是啥意思？就是到底伊生命里面根本无要紧，这个身份的证明。那也怎么？你
看到耶稣表现出伊个温柔谦卑个，然后伊叫伊无为。即温柔谦卑个心，是安怎个心？就是准备了受见效个心，准备了互人看衰、讲衰个心。大家想看，做几多个事往道路内面，兄弟姊妹，你若是讲无准备，做一个博人，你无一个上主。所以咱叫做上帝博人，听清？戴德森，一个伟大的传教士，他升天了。伊是头一个去到中国，伊拢讲去到中国传福音。伊去到边，人家好多人明白，伊学堂个人帮一个鞭子开始传福音，然后伊传人信主，开始传福音，传入中国，佮翻译圣经，用英文翻译做中文，互中国人看。即人到了尾来，他老咧，人家对着伊讲，人家哇，人关爱，人接受伊，或者是伟大人去到中国，就是完全英国人不祈求的所在，全都是不祈求的所在，去传福音。对那人请，对人介绍，伊就只能介绍的。这是这上帝颁用的人，出名的传教士，规个英国去到交界，认物这条人，拜得神，伊起来念一声，伊翻译一句话，伊讲。在你站在你头前的，不是伟大的上教授，在我们看到的，不是要看到有名的我，我们看到的是我是有名的耶稣，我是有名的耶稣的仆人。听见吗？听见你是问什么？现在双主的道路里面，听见吗？你若是无一个博人的心态，你未在伊主个内面看到真正的力量，未在到长久的舒服，未在到看到的舒服的温饱。主叫多的舒服的证明，甲外口的证明无相。主爱咱人上个伊个咯，上个伊个安尼服侍。所以圣经内面真正济个证明，耶稣讲伊家己。你曾经讲过，何里有空，体内未焦，有受，但是我家己人子连困枕头的所在无。耶稣本来讲，伊讲我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受服侍，乃是服侍人。你准备的心呢？照着仆人的形象，仆人的款。博子的正言的心智去學習，可能一個鼻塞鼻症創乜罪惡個派師的人，你想你記最後耶穌去十二家之地，未去過十二家，你最後站第二次，你解釋沒講過，就最後晚餐你做什麼東西，你知道嗎？你解釋沒講死卡，然後叫他回頭看他，學他看，他是一個先生，受人尊敬，但是他回頭雜誌的回頭洗了你看他表現什麼東西，若是說要想到我的，乃是要學我的博錢的款，若是你無在學到這博錢的款，你白明白神的真理的關節，我看不到这个博人的款，你就无在了学着耶稣的形象。你若是讲未在用博人的心智去服侍，你生命无在了体着舒放的灵力、舒放的位置。你生命无在了在主内面，和主来体着主的心，因为主就是安尼服侍，主就是这博人的款服侍。基督徒主必要在你。教堂里面，你要学的是什么？博人的心。其实教堂是什么？教堂是什么？我跟你说，教堂就是一个学堂，一个属灵的学堂，The Spiritual School。这属灵学堂就是大出面训练彼此学生的。所以，若是讲在你的教堂里面会学着学生。这样的东西，如果你外面的成功人的成功，
那是你在你教堂的学面学晒啥物件？现在真话，如果是看未到圣经讲物件，如果是无明白圣经讲物件，现在真话，现在你生在改变，别做光是在你心，在鼻尖学着讲过，不是在你关怀学着讲过。人来到教会里面，人想要好事，想要谈祝福，无错的。但是我同你讲，禁止上物质的上诶祝福，未就系好多心灵同你偷棒，未就系好多生命改变。我同你讲，反而反啲我同你讲，那是生命无改变之前，人诶个性无化随之前，谈到自在，我同你讲，系你自在确实。做如果都会挂卡照，即系啊，即系三边落，你相信真唔有？请我哋姊妹，我今日嘅我唔系为讲句啦，因为我真正 enjoy 啊，真欢喜。就是我嘅阿，昨天我无泪，咁所以我带咗当晚带一只小头，咁水房间一只小头，内人食掉。没给你，但是我好比讲没有呢，一些无良。但是外行，我不在此外行，明白意思？我想真明白。那要怎么？真济真济人，追求了，谈到了，那物质所有的。确实我跟你讲，伊未困跟正，食未落跟正，伊心无平安的跟正。耶稣不是叫咱做咩恶的温柔谦卑，恶即个个性，恶即个款式，恶即个生命来做咩？是个偷懒。耶稣为祝福之前，对破碎，破碎都搞到对谦卑的地步的跟正，伊过来祝福过跟正。那个自在，唔单止未伤害我，你会真正享受那个自在。因为耶稣系祝福，耶稣系福分，是无错来福烦恼的，是圣经话。耶稣祝福我是无错来烦恼的。假借一人好意思高高买了花生，高高买了只物件，高买完了就变呢。嗰就是讲，伊有了人生贪，伊借了人生伊无满足。所以有人老的有，投资失败的有，然后生命在那里黑暗的有，为了什么呢？为了是一探究的东西，一无任何的生命的晓来享受。但是世界都不相信，无的人跟好贵贵，啊，有的人跟好贵贵，无的人。我跟你讲，我说跟你发生啊，我话我好笑啊，好正啊，我过来十年了，唔知我摇啊，我笑啊，那是古古疾病啊，佢依旧都旧，那是冇啦，冇乜嚟十年就变咗。他说我同你讲系笑面啊，咁我说白嘅钱一次会啦，我系看到场面，真系简单嘅玩意咧，佢简单，佢妥当。当一个人开始接受伊个简单个东西，开始接受伊个正面个东西，享受在伊有个物件内面，满足在伊个生活内面，伊满意。反对一个人有一只正面个，但是种种感觉就无够，就是堆堆堆堆，为着就是你搞个尾啊，你是要做人看俩，唔是只只材料享受个。那个是痛苦，阿妹，我今日无比人济，但是我会使甲你讲，真正清楚甲你讲，我比真正济人欢喜，正常个心内面充满喜乐，我甚至就是你咬我，你真欢喜啊，哈，哦，走，我走了。人生不是有了钱，是你享受了钱，
你若说无这个生命，无耶稣的生命，无强逼恩情，他们物件好路，你变完全。你有啥物物件，你咪感觉无够。啥意思？一个你生命，到底追求了，战争了，到底我到底人咪只有内面，我到底这个世界的意见内面，我为啥物事内面，你解未出来？圣经有讲讲，咱个世界的神做青的啊，目睭看未到真理。耶稣咧偷望路，那个姊妹就是叫做无用啊。今日所谓心态是一个暴君的心态，那个姊妹今日为生命都完全偷望改变。假使是做咱徛在教会内面，咱在咧服侍内面做一个暴君的范内面，是毋是代表是失本？代表是无内容啊？我讲唔是。你若是会行到对于假执行，反而对我来讲，就是你恶，就对于轻的功课影响。我讲你先去读册啊，神学读册，每一个神学生啊，全世界神学生啊，都要四点半呢。大家礼拜要4点钟个班呢，假如你想听，我咪想到了。一旦是功课咱切了，要不要等你4点半呢，要不要做 library duty 啦，搞到部队里头读册做功课啊？真正烦闷的那种，你那都一礼拜无做嘞，讲到第二礼拜，下礼拜无做，讲到第二礼拜，或者是五礼拜无做嘞，讲一次过来放假之前，你就要交完5点钟的4点半啦。所以那时候无交嘞，讲你学分无路的，你知道？我到人家我做啊做啊，等于做嘞，等些事嘞，我苦难的神啊，我先去关门对，讲我做无，我强来借点钱，我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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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双的，你知道吗？先黑唔咩？先一蚊，先要先一錢，任何嘅物件。係先到省，係先一蚊，就喂院長，喂院長，喂 president， 院長啦，我知未？我哋先一蚊就揾人，揾人攰，我攰嘅。你辦公室打打玩很好，洗廁所很好，我就問他有什麼好？一回答我是不完全讲 philosophy 的，讲哲学性的嘛。你好，我以前也是洗厕所的。你知不知道几招？腿痛了，你看我骨折没得洗一晚呢？你敢讲什么意思呢？我就是把你洗一晚才洗的。今日我搞这点，洗一晚才洗。看到我们的好山猪四一万开始今天上帝给我压关四一万开始我把你压缩四一万开始我想要压缩我看没出来了孙中山啊我叫我国父的孙中山人了那有人没了有人没了到了我现在演讲了如果安住在小的革命的，安住在成功，那做着伟大代志的，伊就讲起伊小的革命的思想的起头怎样，一三天小的物件是安怎的？其实不是小革命的，伊是一个心，伊不是小革命，安住在小革命的。伊在你香港读册，对不对啊？香港就是学经英国翻译的。那英國軍的所在搞成成氣了，行間就叫我們成氣了。你來搭車咧，你就心就想啦，講哎呦，我那中國我大所在，我係流傳，我係金鋪啊，出來國卡嘛，所以成氣了，我對人名、你人名是個好嘅，你知道？你畢竟要對搞伊個所在，咁樣就自告奮勇啊，就家己想我自己做啥物件，就大家去收我卡，收伊件咯，伊金鋪就件咯，伊收我卡了，伊要做一頭卡成氣了。等於嗰啲掃啊掃啊掃嘅東西啊，呢度掃兩年嘅，掃啊掃咧冇卡正氣啦，因為冷氣先冇正氣，我自己改變。掃啊掃啊冇卡正氣啊嘛，我冇卡正氣，我政府冇正氣，腐敗敗壞，邪威，你就唔知王家管嘅東西啊，喺王嘅王宮內邊，誒所有王官啦官嘅，誒我所有人都看到嘅喎，呢度啲掃冇卡嘅啫，我掃嗰啲冇卡安裝。
这国家是垃圾的国家，烧的国家也是无用。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做的就是烧毁的国家。革命，原来一烧掉这个革命的思想的思想，是当你做了烧土卡的东西烧掉的。听得清吗？人那是一路搞对的所在，冇计并非人生真理。人那是路搞对的所在，冇计并非上帝伟大上帝话。人那是对的所在，冇计经历的真正天爱。人路搞鬼的，崩个一堆的所在，冇计并非耶稣话。所以人生人嘛是无强必温柔。都面向会对着圣经的每处啊，因为圣经的每一个环节，那是教义谦卑温柔，你那是未让人固执，你那是无一个受建造的心，你无在条件的上面啊。你那是想要做头家，你无在条件上面啊。你那想。那是讲单单的徛官位，你无在度行上帝话，因为所有徛官位的人是上帝破碎了，上帝带落来了，吹吹了，过上过一个下一个新的生命，我再徛头面，升学士，然后做头，做官呢，你学士嘅，耶稣讲你话咩？官呢？你学士嘅，唔是嘅，学士官。你做头的，你学世界的，你那是无话说的声音，你那是无感觉哦。你需要温柔强臂，你无一个书房主，你书房体会到上帝的话语。最后，来请问，那么哦，耶稣的款，耶稣的款是啥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准备要受苦的。所以我叫耶稣的款，我要培养受苦的心来讲，受苦的心。好，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就六节到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就六节到十一节。但看耶稣，阿未去十二个点，安怎去受苦？阿未去十二个点，就是安怎受苦？十七章就六节，第九节 27 verse 26 to 31。第十七章就六节就咁讲，伊是比拉多偷办阿爸阿爸即个大餐，害人捉耶稣还安慰病患，交予人第十二件，喺啲病头就传了耶稣接到一个心怀所在，叫全营嘅兵拢聚集到一边嚟，伊人系偷了一衫。前有一个土瓜红的这个外衫，佮用刺片做了红罗滴在你的头顶，用一个草茎放在你的正手内，跪落来伊面头前都乞讨伊，讲叫伊犹太人的王啊，跪烂在你的面，将这个草也来拍你的头。乞讨了，就偷了衣衫，穿对个衣衫，将伊带出去，要定伊个人去。但是别人看到耶稣，一声不出。规个受苦的鬼停下来，耶稣跟他讲一句话，跟比拉多讲一句话，伊人讲我是神的囝。信不信？耶稣来讲，你讲的是，只句话 ，the only way， 一承认 ，I'm the son of God， 只句话。所以受苦鞭挞，一声不哀怨，一声不骂，将害人的代志无做，很受。伊就为咱起立起嘅，成就这大事的成，我阿会完成，将咱抢救出来，发出咱最善良，发出咱最精壮，
就是伊准备来到这个世间，就是受苦的。伊准备来到这个世间，就是受苦。但是话，阿将基督徒啊，做主的工人，但是话，你若是讲无在了受苦，你未惊一条路。因为受苦啥物？受苦是一个吐息，来磨练。受苦是一个 training ground， 训练的工条，训练的所在，来训练你，训练你成功，训练你，让你的这内面所有歹个性破晓。无论内面底了真济老我，我叫做老阿丹、老阿东。喺内面嘅老嘅性格，佢派嘅性格，无就有廿周年。佢不起，佢尊严，佢抓，确实拔刀、划刀、做到拔刀嘅大事。佢生命所有底了嘅骄傲、嘅主管，都是可以拔刀嘅生命、拔刀嘅死亡破晓。以及你对坎坷处理的心态，因此话，耶稣来到这世界准备受苦，然后叫人学一款温柔谦卑是安怎款的生命。温柔谦卑就是准备受苦的心。因此话。但是说我们生命的人常常底有所有无知的，你宝贝你对关怀你名声，你若未帮助一个新婚来到主面头前来服侍，你学会叫主耶稣对你生命的功课。有一个人来拜师啊，然后伊来到这师傅面头前，你敢知影？伊就在这师傅面头前开始讲伊真正辉煌的物件，伊希望这师傅接受伊，开始讲伊学了偌款的钱啊，开始讲伊做过了钱物件，后面人慢慢慢请过伊啊，后面人看到伊去了伊所在，然后伊做过伊大个代志，有名个代志，伊个功劳，你知道？伊个工业，然后伊做个，我听讲最讲几多对，迄个师傅真奇怪，做一个动作，伊出边底拎到底，然后伊入伊底，倒到伊底后面，底是摸到，底是捞过来，但是伊个是顶到伊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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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个底就捞，伊捞，伊捞，捞到一条人，红眼光甲钓，然后讲，哎，师傅，师傅，你底摸到伊倒，你底倒，你倒做咩？你输多了地来讲，这地后就是你们。你生命，何你家己，伫创啊？你家己过去所有的荣耀，所有的功劳，来替换，你开始迷失了家己真正。那是无多康呢，都别个在。多地啊！这个地凹那是满了，老了，未在就不会有面啊！你们没意思啊！你生命是地满，你古扎少的，你未过在不会有面啊！你读圣经，你来教会对路无啥用处啊！因为圣经满。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了一句话，就是起头讲了一句话：呼吸的人不好咩？因为伊在了他的满足。我是话圣经上句话解释话清楚，就是心内面松向的，心内面贫穷骄的不好咩 ？Poor in spirit, blessed are those who poor in spirit。听清吗？天哪，从你带我入来的，你不在为主做咩？
所以之外，若是讲一个人的心啊，讲无受塑造，温柔强悍，无在的话，注意他的危险。对生命虽然他的全世界，但是对生命无在的享受，无在的偷拍，无在的叫意义人生的。因为堆满了不甘的所谓世界，堆满的心，你无就并非上帝会挖掉的意义。除非你学着这个谦卑、温柔、偷尝一下，像个耶稣，准备了受苦转心，无惊受苦转心。第二像个耶稣呢，受坚强心，像个耶稣呢，受苦的心，你把自己的生命、新的生命，把它挖起来。我听了几耐的主耶稣，几耐的故事耶稣，我都知影圣经里面的佛祖的人安怎佛祖。提晒了佛祖的意思，耶稣第十八章十八节到十七节，就是主啊，叫我这个空站得个神单位，所以上帝将你打来。第二，你的祖国阿东撒哇安怎佛祖，就是莫非便宜你只要这朝廷的规矩，你相信嘛就进起来，你哪会相信？上了做人完全的上了做形象，上了神的形象，但是伊人无够，伊人要上神的嘛。所以人的罪入到世界，生命路都在黑暗里面。家人含事会就赶去外口漂流，伊就是啥物？伊看人的是物？伊看人的是伊的含事，伊的要比比较好，伊的兄弟比较好。是上帝接受你，无接受你，伊家己莫行得好，却反过人，伊的心内面骄傲将。耶稣的台戏，耶家的台戏，结果上帝拍出来外口，人咁顺山，人坐起来啦，人家本来是组织上一个话，但是人做嘅是抗战，唔系为咱家己顺山，要去巴别塔通天，要跨跨口人家己，系上帝嘅样，要表现人家己死啦，上帝将人顺山，无想嘅话。然后分散到各地去。以色列百姓含受四大的旷野里面，就是伊人背叛上帝，家己感觉只能搞，无得听上帝话，为家己起鼓来代替上帝，结果上帝将伊人击怕。克拉达，克拉达是摩西带出这个埃及的一个一班的人，伊人挑战摩西讲。大家上帝敬你无敬我吗？咱来看，是上帝敬你啊敬我，结果上帝正面来看，结果是克拉达断了受责罚死大地的所在。摩西安尼出名啊，为个哈密属于失败，哈密属于失败。民数记里面讲，十四章第十六节啊，十七节里面讲乜嘢？那些姊妹，这个情形发生大地，伊的生命咧，就是伊怎？一串，等于是人不转的东西啊。一，会整形成来看，等于是人不转的东西啊。一结起，然后有一个整形就是，上帝叫伊拍一巴肚出水的东西啊，叫伊叫一巴肚出水的东西，伊不是叫，伊乃是拍一巴肚，然后来表现讲，伊的能力是伊带出一些人的。是伊的功劳，所以提了上帝的荣耀，上帝即把伊无在掉，不在只教别人地，只会通在伊外口的位来看别人地。所以呢，大圣就是在十四章、十四章还是在伫《民数记》的二十章的十一章，你看啊，《民数记》的二十章的十一章。然后米安哈属受干扰，啊，这个叫了太多，必须来看，伊条件模式，讲大家上帝咁讲话嘛，有甲我甲阿伦讲话嘛，我甲阿伦嘛是上帝经的方言，结果上帝正面来话，讲话经的是模式，嗰是因为叫你不加你上哈属消极上的亚属来只炒。你看圣经，咱的意思第五章十十到十一节里面，他们是上帝的释放。关于这个情形，上帝兴起做巴比伦的王，但是无中应有必用上帝，以尴尬之眼搞是以传呢这个国家。上帝可以看到讲，这个国家是我兴起，这个国家是我安立不住的王。
可是为着莎莎，这日本家里送的囝儿是别个，伊准备着抗战，伊老爸丢来钱钱，伊无花掉，伊无纪念，伊将圣殿的瓦瓦拿来用。圣殿瓦瓦是未使用，别为甚物？虽然是几乎日本家里送完，因为伊是人别个了，圣殿的瓦瓦未使人拿来用，伊拿来用，伊个伊妈咪，不好意思啊，你莫看，上帝接管你。比如我哈密书一四两条的演讲过后死，就是演讲的圣灵充满而讲出一条震撼人心、感动人心的话。然后伊无将以后归上帝，伊感觉伊家己真正搞，伊就会夸口的家己呐，有只糖来咬的两条死落来。哎呀，姐妹，这人当中不多在面教过。哎呀，姐妹，耶稣温柔的谦卑就是讲教过都逃避，教过是魔鬼的心，温柔谦卑。是耶稣的心，耶稣的心本来的是魔鬼的心，叫你生下老掉的魔心，还老掉的老化了阿公家都要给耶稣来破碎，按照来破碎，按照训练对耶稣的心，读经坚固有奖励。最后再告诉你们，姊妹，这是一个童话故事，我叫乌龟，真正是小龟飞去天顶，但看老鹰飞下飞下来爽两阵，一只希望飞去天顶。一日就叫老鹰过来，我老鹰来，我想一个办法，我现在要飞天，老鹰我怎么飞天呢？真简单嘞，我夹条你卡，然后你带我去往飞天啊咯，是不是？对吗？然后呀，伊夹条老鹰卡，老鹰就带去飞啊飞啊飞，等飞了车咧，国家底，迄个未飞诶南岸个话，都看到真羡慕啊！哇，好难来搞啊！小天办法，好难来搞，小天办法来，乌龟咩飞天，乌龟咩飞天啊！乌龟心啊，听到真爽个着，这里面飞天飞天都好难来搞啊！所以想办法，乌龟就袂大汉啊！伊在讲哇，你可以想来怪我卡，谢谢来嘛！这是讲简单童话故事。哎呀，姊妹，教会人教过咩就是别忘了你哦。阿门。他们是上帝为了温柔谦卑，为上帝为了他们加起来操蛋为神，阿门，站起来。